仔细看，这只狒狒爬上铁栅栏想要越狱，结果刚来到顶端就被电跑了。原来栅栏早已通电，但狒狒并没有放弃，而是又跑了回来，还叫来了自己的同伴。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人忍不住乐乐，只见他的同伴观察片刻后迅速爬上栅栏，随后顺利翻越。当这只猩猩再次尝试的时候，又被狠狠地电了一下，狒狒立刻被吓掉了，随后落荒而逃。同伴见到猪队友的反应，又不得不爬回到里面，画面实在是太逗了。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些狒狒的智商，在动物园内，狒狒被两个熊孩子挑衅，气得插在笼子里直跳高，下一秒更是愤怒地掏起粑粑朝着俩孩子扔去。当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孩子脸上已经沾满了粑粑，下场简直不要太惨。而在野外生活的狒狒性情更是凶残至极，一只豹子来到狒狒的地盘想喝水，在狒狒们的围观下，豹子很不自然，下一秒狒狒群发怒，直接朝着豹子发起进攻，场面实在是太硬核了。还有狒狒捕猎起狮子幼崽，随后爬到树上，小狮子想跑根本跑不掉，母狮也只能干瞪眼。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小瞧狒狒的实力啊。